Celebration of Lights 就是温哥华很大的烟火节，今天是到第三个了。超酷的，刚好录到那一幕，相机就已经准备好了，所以希望今天呢、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烟火，我们敬请期待吧。再一个小时就开始了。5 4 3